with.孩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他临走之前说，可以麻烦你跑一，他可千万别有个三长。只要搅乱了北山矿场和禅风村，混沌军团又想要，这次不会再失败了。等到阿鲁巴岛的盟友们准备就绪，就是你们的。你究竟对山达尔做了什么？你这蜥蜴脑袋的，又是你这个捣乱的家伙！绝不允许你继续破坏那位大人的。就在这里将你，什么家伙躲在后面？一山达尔，你好。可恶，这群蜥，他们趁夜夺取了北山矿场，用可怕的巫，还有可怜的芝芝。所以这群蜥蜴人是什么来头？他们，老头子，朝圣者们以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混沌，梅文奶奶，我理解您的痛苦。唉，既然20年前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怎么还不快去通知朝圣者们？我的生意说的正是，就让这位海民勇士。孩子，虽然你是个海民，却话还有我呢。这位勇士会和我一同前往连峰城，海民的话他不相信，他孙女儿的话总该有。如果有贝儿做担保的，禅风村的威胁虽然暂时解除了，可峡湾的其他地方或许还藏有混。哎，贝尔，放心吧，这件禅风村服饰就送给你吧。事不宜迟，现在通往凌风城的大吊桥。王在上，喂喂喂，你疯了吗，巴鲁赫？这可是贝尔小姐。啊哈哈，欢迎贝尔小姐归来。只是有贾鲁，这位海民勇士会和我一起入城。我向你们道。
遵命，贝尔小姐。请进。好了，从现在起你可以如果有任何朝圣者想要为难你，保持就在大吊桥对面的城门口与我会合吧。这次外出可不一般，爷爷他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吧。请进，请进。跨过这道门就是凌风城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在里面碰头吧。今天去哪里旅行呢？凌风城具体是何时建成的我真不记得了，我在这里出生长大，爷爷是唯一的亲人，爷爷曾经说是一场大病把他们带走，如果真如霍伊长老所言，20年前混沌军团算了，不知道，在城市的尽头是朝圣者高地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那里进行。我先去向爷爷简单的说一下，我们在禅风村要说服爷爷可不是一今天去哪里旅行呢？谨言慎行，海明。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所说的话呢，加鲁大师。譬如你这次外出，加鲁大师就仅仅是处理城内大小事。新卓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贝尔，别犯糊涂了。如果气死我了，你也听见了，爷爷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可恶！看来只能像新卓说的那样，依靠本地居民来。没我奶奶 Victor 山，有他们的证词应该就足够了吧。只能麻烦你再别跑呀，阿荣！不认路就问我吧。真的要？哎，是你来了。哎，需要？自从混沌军团重现后，我的生意越来越糟。我正打算离开禅风峡湾一阵子，嘿嘿。不过看到元气满满的你，身为海民，你知道自己的海岛差什么吗？如果能够在你的海岛上兴建一座……喂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在你的海岛上碰头吧。哇，你的海岛风景还真不赖呢，我一来就发现了这个码头的废墟，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修复码头所需的原料。不，我也和弟弟 Wickshow 商量好了，就由他来负责码头的日常管。就使用地块铲子把码头修复。手还需要准备一些时间，在那之我们会定期采购家园岛的产品，放心啊，是时候回禅风村聊。手是管理码头的行家，你不在家园岛的时候已经有了稳定的新商路，就再
身为商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做。如果还有其他证人要找，就立刻动身吧。不认识路就问我吧。别跑呀，阿荣！哦，是你呀！哦，你和贝尔离开后，南部梅文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向南去了。这疫病或许是混沌。别跑呀，阿荣！哦，是你呀，贾鲁不相信你和那个老顽固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不过，现在有去和佩奇谈谈吧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化解了禅风村危机的海民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就在受灾最严重的是这。虽说庄稼染病并不是什么不，我们试过了所有的药剂，没我奶奶相信，这或许和你们在，偏偏这个时候，可恶的鸟怪，唉，既然治疗疫病暂时没有头，鸟冠龙盗贼的马，这种疫病似乎是来阿鲁巴岛。这么说来，前阵子有个鬼，该不会是他搞的鬼吧？喏，就在这里，请去打探一下吧，就算与他无关。别过来！
杰鲁鲁，嘿呦，是你呀、啊！我听他们提到过你。我叫杰鲁鲁，我的朋友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大表哥。我来自阿鲁巴岛的焦卡焦卡村。我好像说的，总之，这种毒气来自卡米卡泽部族。卡米卡泽部族是阿鲁巴三部族中，只有卡米卡泽部族的萨满。但是，我早已经设计出一个可以驱散。首先，我需要一些毛皮做原料。猎风犬的毛就不错。虽然厚度上不如阿鲁巴岛的生物，但柔韧。为我带来一些精致的猎风犬毛吧。就是这种毛，快！按照我，那哈，我还需要一枚结晶。只是结晶蟹是生活在有了。在我离开阿鲁巴岛涉险来，就是这个洞口。这里头生活着不少结晶蟹，不过这结晶洞窟可不，记住大表。再想走可就晚了。
捷径蝎外壳，最后的原料也准备好了，把这个放在这里，当当当当当，快用它去驱散毒气吧。没了。